那你说说你喜欢什么颜色？黄色。你喜欢的，我都喜欢。我什么时候喜欢黄色啦？你。哦，那是朋友圈连续分享多首歌曲可以得会员，我都是随便选的。小美啊，你看谁来了？大家，我们也许可能还需要点时间，麻烦稍等一下。没关系的，嗯，你们好好吃。小美，让他去吧。来，来，准备。来来来，你的呢？哎，花好月圆。这么早啊，小慧，你怎么来啦？陪我妈来看未来儿媳的。哦，嗯，那你先去吧。那你忙完记得来找我玩哦。姐，未来儿媳是你。别紧张，我妈来清水村考察果园供货地，听说我在这儿，顺便来看看。其实，果园离这里也挺远的，没有那么顺便吧。姐姐，你不想跟我玩啊？没有，小慧，姐姐当然想跟你玩啊，只不过姐姐突然有点头晕。庄宇，你不用管我了，你跟小慧先去见你妈吧，我休息休息就好了。姐，你这演技有点浮夸。什么？哎呦，我听不见，听不见！哎呦，脑袋不舒服，耳朵也不舒服。我先去视察一下这里的人土风情，你好叫我啊。还晕呢？刚才嚷嚷着偷能量的时候，不是还挺精神的？对，讲到这个就来气，你总不能仗着自己老年人作息总是偷我能量吧？现在不晕了。不开心了？谁让你偷我能量？能量属于早起的人。但我属于你。你心理术，你什么时候种的？打装修费的时候是你提起的，你不记得了？嗯，我记得你那时候没有答应啊。哇，这都可以种云山哦，不，胡杨了。开心点了吗？我不是不开心，只不过太突然了，我还没有做好准备见你妈呢。比我一年前还突然？那不一样，那又不是真的。既然是真的，那就更应该见见。听静溪说，你家那位好像不太平易近人啊。
就是你用狐媚之术从我儿子这儿骗的代言人。我没有，阿姨，我没有，我只……这些钱够让你离开我儿子了吧？自信点，再加两个零，而且我妈不是走这个路线的。对哦，差点忘了，你妈不仅仅是贵妇，还是霸道总裁。清明，虞美人，年龄，27。25岁以上的候选人，我们已经不考虑了。阿姨，不是总裁，我是博士毕业来着，毕业之后就已经超过这个岁数了。哼，博士，干什么工作？前美妆博主，偶尔接接广告，还在大学里兼职助教。收入不稳定。总裁，我现在收入的确，但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秘书，下一位。总裁，不要，你相信我吧，我肯定会，我以后会赚很多很多的钱。你不要，放开我，别！我妈不看重这些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妈看重的是这个吧？小鱼，猜好了吗？哟，什么味儿这是？阿姨，这作业马上就好了。家里有一个人会做饭就够了。我害怕。好了，别乱想了，我妈就喜欢你这样的小姑娘。你妈怎么知道我是什么样的？我喜欢的，她都会喜欢。哦，那好吧。那你说说，你喜欢什么颜色？黄色。你喜欢的，我都喜欢。我什么时候喜欢黄色啦？你。哦，那是朋友圈连续分享多首歌曲可以得会员，我都是随便选的。小美啊，你看谁来了？大家。我们也许可能还需要点时间，麻烦稍等一下。我只是在帮他擦镜片啊。我们在。为什么不关门呢？你妈看起来好凶哦。你说她会不会喜欢黄色？要不然待会你问问。